非常意，今天介绍主持部分一位新闻系站梁汉文，他本来服务主持，这部主持部分如果较欠一个所在，马路这边时段，各位有咧用餐地两地段，来到舞台边，来给指导甲参加。希望从咱汉文官官成功导致，会看到咱会场的所有朋友，度过一个轻松的晚间时刻。这么开心，不料白介绍佩玲，一首歌曲做介绍。谢谢我们的新闻官，来新闻官喽，欢迎佩玲。Thank you.